来到了壶口这个地方，叫壶口瀑布。然后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，好吧？这是鲁罗的吗，兄弟？看到没？我这路，壶口瀑布，看到吗？这是鲁罗的吗？黄河壶口风景区。我们刚从延安过来，刚才我听到这个，就是在延安的时候看到一句话，挺牛逼的，就是做人要像牛一样做，要像牛一样做人，对，是这样说的，要像牛一样做人，像土地一样奉献。确实的，就是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倡导的一种思想，倡导延安思想，告诉延安人要像牛一样做人，你不能说，只能干活，啥也别想，别问，别说，别听，干活就行了。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来到这个壶口瀑布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好吧？看看这边壶口瀑布。戴口罩吗？来，可热死了，这是太服了。哎，这壶口瀑布，我们过来，这可以过不？我能掉头吗？这边？哦。那手票是多少钱？这离那个壶口还有多远？一会儿不能开车过去吗？什么？哦，必须在这买票是吧？咱去看看去吧，咱路过都路过吧，等一会儿再回来。走走走，咱们先去路过，再过去。那壶口瀑布，哦，回来回来，一会儿好险管着我天。